再来吟一个诗，山顶的花，咱一个吟就好。想讲这个时间吼，唔是干那要欢迎讲头一摆来啦吼。我想头一项应该是爱大声，多谢新的牧师吼。啊，伊爱咱扮演，看是咱的心内有倒一个角色啦吼。啊，希望咱是演到迄个独裁政权的角色啦，看迄个是虾米人吼，迄个扮演好落去安尼吼，安尼这才是才建国基地咧吼。来。啊，咱介绍有两位，啊特别介绍的王淑卿姊妹，淑卿姐，拍拍啊，来欢迎哦。啊，搁一位苏美元姊妹，咱正欢迎。啊，我为着不爱，互伊两个较低，干那伊两个自我介绍吼、哦。啊，我起码是讲，大家拢自我介绍一下。因为咱嘛爱介绍互因熟悉啊，吼！啊，自我介绍就是讲介绍三项代志，吼、哦。第一项吼、哦，我的名啦。啊，你爱人甲你叫啥的迄个名吼、哦？啊，我的名第一项。第二项吼、哦，啊，我对倒位来，我对倒位来吼、哦。第三项吼、哦，你爱食的水果是啥？这个介简单吼、哦，爱食的水果吼、哦，所以三项就好，名啊对对来，啊然后呢，你爱食的水果，啊我想讲对后边遐安尼过来，安尼说，好唔好？对后边来安尼说过来，啊哥安尼说一点过来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来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叫李美惠。我为哪口来哈？我爱食的果子是爱食的水果是迄个金蕉。大家好哈，我叫杨丽丽，大家拢叫我丽丽。啊，我是按公投门来，然后我想爱食王奶，谢谢。我叫做赵永忠，阮厝的是大家叫我忠啊。
我爱食的物件是有够多，不过我当然无福气，干呐，担着就算食啦，啊，干呐讲讲，食了就拢对巴肚拢有问题啊，啊，干呐讲我就是。一生的福气就是安尼啦，啊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淑清，我拄啊对上林教回来，我住伫德维亚淡水德维亚，我上爱食王来个西瓜。各位，我姓薄，哦，叫魂贵，哦，人迄啰普通一般的人拢咧叫我阿贵，哦，我会来遮吼，就是想希望讲吼，从这个基地吼，做一个反对运动的一个所在吼，来引导这个独裁的政权。啊，我上爱食水果吼，我各行水果拢爱食，啊，葡萄什么的，各行拢爱食。谢谢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好吼，我是林名丽芬，叫我丽芬就好吼。啊，我故乡是中华溪州吼。那个吴成老师是我的老师哈，溪州啊，我上爱食的水果嘛真多哈，啊，最喜欢是莲藕啦哈。阮故乡有种的，阮故乡种，阮阿公有种一扎。我叫王妙玲吼，我是杨武来的太太，我是帮忙教会会友啊哈。啊，我上爱食的，本来我想讲莲藕和贡茄，我讲奶鸡好啦。谢谢。杨武兰。啊，我细汉是对新竹来台北的，啊，那我爱食的水果嘛不止多，啊，迄啰上爱食就是阮太太对市场买来，啊，可能香蕉已经弄好食了了。我姓张，我的名是客昌，啊，我上爱食水果是。奶汁啦，啊，红奶啦，香蕉啦，吼，这种爱。我叫陈庆文啦，吼，啊，人拢叫阿文啦，啊，总是真少人叫阿文的，拢叫我陈牧师的，较奇怪的吼。哎呀，叫我，哦啊，我对树林来的啦，啊，我对细汉到即阵拢无离开树林的，较奇怪的，唔知是安怎。除去读册甲做兵以外啦，啊，即阵嘛是要住伫树林啦，吼。啊，若讲到水果吼，逐项拢爱讲。买食的就好啦，所以你后摆若看到我，唔免提迄个物件给我食啦。我都买食西瓜的，国家安怎都无食西瓜的，因为食西瓜反正。我叫做洪秀丽啦，吼，啊，我是张氏木梳娘，啊，我嘛是住伫迄个淡水德维啊，甲上林教会迄个姊妹同款吼。啊，我上爱食的水果是苹果，嘿，多谢。平安，我姓李吼，叫仁义吼，李仁义。嘿，我即马住伫树林，啊，讲树林。我上爱食莲雾，莲雾真好食。哇，我来同佮讲，啊，我是宜兰人啦，啊，伫宜兰住甲初中毕业，啊，搬来台北，啊，去美国读册，啊，是人伊毕业去美国读册。啊，出去话都讲伤济，就袂当转来啊！啊，到个1998才头一摆转来，我伫三年前阁转来，啊，即马伫总会伫到帮忙。啊，我即马甲伊同居伫迄落德维亚，我爱食的水果香蕉啦，我最爱食香蕉，台湾的香蕉最好食。我是陈福珠牧师吼。啊，朋友拢叫我陈牧师啦，啊，我的朋友拢叫我福珠啊。我是台北人，我即马大，我已经退休啊，我已经退休啊，吼，啊，我上帝甲我陪伴吼，退休了后，我有家己一间厝，伫咧东湖。啊，我上爱食水果吼，我拄啊安尼一路来吼，拢无人讲伊上爱食，我上爱食木瓜，因为吼我其实胃无好。啊，所以木瓜吼好消化，啊所以到即阵吼，我真爱食木瓜。啊木瓜吼，我上俗，我昨去市场买吼，一粒十块，煞够可怜的，煞迄果农够可怜。啊，不是。平安，我叫蔡丁贵，啊，我的朋友甲士大拢叫我阿贵啊，哈。
我即马我囡仔是按高阳学了啊，啊沿路一直按向北，所以即马流浪到台北。啊，我上爱食的水果嘛真济啦吼，但是其中上爱食的水果就是香蕉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李耀雄，我细汉伫高阳关，后来向大汉，好、哦，所以我算南部的囡仔啦吼。啊，我是北门教会会友。啊，我即卖要搁伫上班，我要伫农委会上班。即农委会未来要改做农业部，哎啊，我伫想讲着爱食水果，我想我每一项拢做喜爱啊，特别因为吼，因咱故乡嘛是种足侪香蕉这方面的，啊，所以我对伊嘛好，以上。大家平安。我是木工人，木工人讲话无相共，我叫做王敏义啦，王敏义吼，迄、那个司马懿的懿，司马懿的懿，我上爱食水果嘛是足多，但是上爱食是大家无讲过葡萄，谢谢。各位兄弟大家好，我上爱食的就是，因为阮较早阮自细很多拢有种迄纳布拉吼，迄纳布拉种足侪拢咧卖，所以阮自细很多拢食纳布拉，最爱食纳布拉。迄纳布拉听讲会使讲唔捌断啊，一尾后细汉是细汉，甲大汉阮妹妹伊阁做大针卡，啊，阁有食，我都继续食，所以纳布拉我是我上爱食吼。各位中华来，嘿，啊是帮忙教会会友。啊，今嘛外面搁在立桥，就外搁在立桥，谢谢。真欢喜第一摆甲大家见面安尼，我今是阿庆初来安尼，我捌李腾先先生呐吼，我是说我个手臂月美月安尼，美丽的美月亮的月安尼，我接触这基督教嘛是，今年才开始安尼啊，真欢喜今日听迄个张信义那个牧师吼讲啊真好安尼。我以前拢感觉本来就是爱赢，哪会使输哩安尼啦？所以即摆讲，人家输嘛就讲艺术啦。咱一般拢输拢会起批评啊，参国民党嘛是啊，投票啦输的时阵，啊，就要电话经，搁要创票安尼啊吼。啊，我爱食是往来安尼，啊，台湾的水果讲实拢真好食啦吼。啊，大部应该拢较爱食金蕉，金蕉较免踮咧写嘛，方便啦。啊，白白就好啊，安尼是吼。啊，查某应该拢较爱食往来，因为。较骨力啦，拢会去写啊，酸酸甜甜，真好食安尼，啊，真欢喜，甲今日甲大家，到底谢谢。金蕉，对大陆来，十五代祖是崇祯年间第一句用北京语，然后他说你用北京语介绍我啦吼。十五代祖是崇祯姓李尔，啊，第一，后来来自厦门。厦门经过尔，来住伫平湖。我的外公、内公拢伫平湖，我的爸母拢平湖人。啊，伊屏东教会结婚，阮六个姊兄弟姊妹伫嘉义出世。啊，走路来个台北，名伊讲李腾先吼，无啥好，李腾先，变面那得很切。脚水烟，那是烟，不是脚水烟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姓施，我叫阿莲，我带厂仔来的吼。水果我逐项拢爱食，但是我爱食当日带出来，叫自己上好食。大家好，我姓陈光良，是我，大家拢叫阿莲啊。我本身我是彰化秀水人，我即摆带伫三中，我上爱食的水果就是莺莺。哦，谢谢。欢迎阿姐，大家平安。啊，真欢喜和大家做伙组织一家吼。啊，我姓赵，叫做洪志。啊，我是丹福书牧师的子孙。啊，我本人住伫个迄个上山，所以真欢喜甲大家伫遮做伙熟悉。啊，咱也真福气，咱伫遮每礼拜啊，拢有三位、四位的牧师来和咱领带，啊，互咱的愈来愈来熟悉这个教会。啊，今仔日嘛真欢喜，咱得到张牧师的帮助，啊，咱伫遮，我是应该上尾一个，啊，咱也伫遮啊代表教会来说多谢，啊，真正感谢林牧师和咱的带领，啊，予咱愈来教会愈正做一个教会形态，兄弟姊妹会当伫遮搁较侪时间来熟悉，多谢。
我是林鸿忠，我的故乡是伫迄个屏东的茶城，屏东的茶城。我那属于拄只美国这个讲的查甫吼，较贫惰有影，袂爱写，袂爱忙东忙西，所以金蕉皮掰一下就会使食。啊，若无说是金蕉皮，真正食落去安尼吼，所以爱食金蕉安尼啦吼。啊，其实每一个人台湾的水果拢超好食，吼，拢真好食呢。啊，总是贫惰，啊，总是金蕉吼，听讲酵素高啦，啊，佮纤维侪啦，啊，佮在维他命吼，讲食了人会较轻松啦，较心情好啦，啊，所以我爱食金蕉。啊，好消化吼，佮往佮木瓜同款好消化吼，好。咱这个介绍了后，有几项代志可能爱做报告啦吼。再来，请问牧师，你要报告无？啊，我感觉你报告较好呢，你咧报比我报的较好呢。嘿，报告消息啦。嘿，你报告消息啦，好无？来，而且有几项事啦，咱特别诶几项事爱来报告吼。当然，咱拄则已经拢讲了，咱今仔日真感谢张牧师啦，吼，带真好的信息来伫咱的中间，啊，咱嘛会当三个来想啦，到底咱是哪一个啦？有可能咱三个拢是啦，啊，不过三个拢是的是，咱嘛爱强调讲吼，你要安怎样将这个公理吼，甲行出来吼，这个较要紧啦吼，所以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吼，真正大家咱爱注意的就是后礼拜，下礼拜二五啦。二五，因为咱台北中会伫新庄的所在有在庆祝台北中会六十周年，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有缘有的人爱到伫新庄的所在去的，啊，也佫有另外一项事确定来讲，啊，所以咱下礼拜二五伫这个所在无聚会啦，吼，所以请咱大家会记得这项事。下礼拜你若来的时候，唔通讲吼，啊，正那会空空吼，无啦，是咱也阁有另外代志，所以无伫即个所在啦吼。啊，各月十月开始，咱顶礼拜开会，东江会开了后，就讲吼，咱要倒转去迄个二二八公园的所在去遐聚会。啊，所以后礼拜无礼拜，啊，各月十月。开始就是等于二二八公园啊，所以请咱大家有缘会记得这项啦吼。啊，下礼拜的中间吼，也阁有一项事，就是讲咱公道门吼，有要到高雄的所在去声援啦。咱的迄个阿扁总统的囝啦吼，陈志忠，伫迄个所在有迄个感恩茶会啊，所以若是有意向要去的人，请咱会记得六点半。哦，礼拜早起的六点半，伫这个所在集合都要出发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然后要去的人吼，请咱伫迄个丽丽姐吼来报名。啊，这个中间有一项代志，可能我得到的消息甲写的吼有出入啦。伫遐吼车费是讲车主是700块啦吼。七啦吼，唔是四啦，可能顶礼拜我咧听是听了唔对吼，七听做四，啊所以啊记录的啊记四，啊所以底下是见证吼，700块，啊那一个有感心的人吼，要感恩茶会，迄个餐会吼1000块，啊咱会当通过这个来声援哦，支持阿扁总统的囝哦出来选立委了，等等这个，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咱台北中会有60周年，甲要到伫高雄的所在，这两项事甲到阵啊，所以下礼拜日下晡无伫这个所在聚会，请咱三甲会记的这项事啦。搁一项就是讲咱的舞会啦，10月23吼，有这个庆祝47周年，阿妈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去参加这个47周年的感恩礼拜。啊，伫这个47周年感恩礼拜的中间，有遮个事项吼，请咱家己看。啊，去下晡咱伫这个所在嘛无聚会啦，迄十月啊，这一个通知啦吼，是予咱知影讲有遮个活动。啊，伫遮个活动的中间，唔忙咱。记得咱的迄个心内吼，有在话，当请咱为着这项拿来祈祷了吼，让咱的庆祝47周年的宣告，会当哪来哪情况，包括咱公益行动教会伫咱舞会
带领下面啦，关心的下面会当搁较增长啦吼，这是咱会当知影的。搁一项是第六项啦，咱台湾基督教的教会，咱顶礼拜的拜一哦，在宣达团哦，咱要进入联合国这项代志，咱拢总有十个啦，十位嘛吼，有十位已经出发到伫纽约的所在去，啊，请咱伫。咱的基督中嘛，少年因啦，伫迄个所在为着咱台湾出声啦吼，啊，国际行动哦，其实唔是靠别人啦。伫我的经验内底，其实咱爱出声啦，咱爱家己站起来。你若家己无站起来吼，你叫人别人甲你插吼，无效啦。你家己都无要站起来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虽讲人少，十位到伫联合国的头前，伫迄个所在为着咱台湾。发声吼，咱嘛爱为因祈祷啦吼，互因安尼欢欢喜喜出去，为着咱台湾发声，平平安安倒转来吼。伫咱祈祷中，毋忙咱有缘会当三个来少念者的。啊，然后迄个第七项是黄瑞水迄个老师啦吼，律师啦，伫顶礼拜的拜一啊，又宣布迄个退选啦吼啊。当然，伫这个中间，因为咱的连署的代志啦，吼，伊啊，等等，才伊底下有宣布退选，确定啊，咱来请赵教授来报告啊。我记得伫电视台底有看到伊的，啊，伊当来补充报告啦，吼。啊，这个请咱伫咱的祈祷中，咱嘛来悼念这项代志。然后，咱十二月初一、甲初三啦，咱有要去访问啦，吼。阿扁啊，总统，这是十二月啊，所以咱就报会当继续去报啊。唔忙，咱为着这事，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咱会当三个来孝念这代志哦。以上。咱多谢建文牧师吼，啊，请报告就是这消息拢一下，所以上清楚了吼。啊，咱的消息那是这个要看你就报来底吼，拜四暗时一前email 可以啦吼。传给他，现在来补充。